Welcome to 安详禅 Podcast. The Buddha said, "Reincarnation only happens when the thinking is untrue." A direct mind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direct realization of Buddha nature. How to keep a direct mind? Let's listen to Master Gen Yun's teachings. 第七页，这是满心内寂。这个话怎么讲？是活在虚伪中，自己从来不认识自己。不了解自己吃几碗饭，不知道自己挑几斤蛋，乃至于滔滔不绝讲了半天话，都不是自己体验的，也不是自己做得到的，而去要求别人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个人讲的话，在实际当中起码有六句是不真实的。不管你是做老师的，是做人的父亲的，做人家丈夫的人，往往都是假虚伪，而且自己以幻为真，活在幻想当中，自我陶醉，那种太缺少自我保存欲太强的人，不必要的产生不必要的恐惧，发现自己不安全，像这种都是虚伪。因为法就是真理，一种活在虚假当中的人跟法它是绝缘的，它是不会相应的。所以我们必须，所以我们才称为纯净，我们就讲纯净性，纯就是不虚假，净就是就是不轻慢，不懈怠，不随便，不放逸，很认真。第八呢，就是言多必失。很多人呢滔滔不绝，讲得很带劲，越讲越有意思，讲完了以后再看，再找安详，安详没有，从你心里溜走。言多必失，说错话这倒是小事情，而失掉你自己安详的心态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。你们不妨试试看，各位一定有这个经验。你话讲的太多了，你回头反观自省，安详就没，乃至降低了。所以，一个对说话有兴趣的人不能休息，因为讲话是一种责任，是一种义务，而不是一种权利，也不是一种享受。你把说话当成一种权利，当成享受，那就非常荒谬。所以，有的修行人身口挂个牌子，不语。吃不语戒，他不讲话。我们这个乡下也有些土话，说你一辈子不讲话，人家不会把你当猪卖掉。这个禅师们也讲，他说你一辈子不讲话，阎王对你也没办法。你不讲话，他就不能问定案。他有什么办法？他也不能判决。所以我们一上来，这个言语太多了，他会破坏心体元态。所以我们一上来要讲这些毛病，因为是这些因素障碍了我们明心见性，障碍了我们的自在洒解脱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一般的病找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去掉。对于修行才有着手的地方，而我们去掉这以上面讲的八个因素，才是真正的借假修真。把假的整顿好心底，就不用修，本自圆成。 A master of Chan said, "If you don't talk throughout your life, Yan Luo Wang, the ruler of the underworld, can do nothing to you at all."
Only by keeping a deep sensation of anxiety and being extremely tranquil can we uncover the root of lif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Remember to follow us for more podcasts. 菩提，复兴。